不能走了，更不能犹豫，啊！我呢，说的周围情况，开港打那些妨碍我，我们的时间我计算过，从开第一枪。警察赶到，最短的时间也得10到15分钟。我们2分钟之内呢，得完成抢劫，争取5分钟之内离开滨江宾馆大院。动作要快。遇到阻拦的人，还是那句话，绝不手软，开枪往死打。哎，开个电视，放松放松。哎，长高科技知识。计算机网络、指挥自动化等现代化科技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增强部队科技练兵意识，提高部队科技练兵水平，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应1V1部队特点的科技练兵路子。本台记者李强报道，一年一度的国际贸易洽谈会即将在我市边疆宾馆拉开序幕。来自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客商及内地代表已陆续来到我市。我市国家二级口岸边疆宾馆的国际贸易交易活跃，浙江有。不然可不可能？我们大家都防着点，小心点。好，谢谢啊。好。三哥，我看差不多了，咱就抢那30万的吧。别着急，烤羊肉来，不吃羊肉，谢谢，不吃羊肉回来。不知道误会了，快点
么？啊，干啥？阿达帮啊！李先生。你的枪咋好污啊？你咋了不起？这是养护回来，来，今天的洋娃子让我来，好了。三哥，要不再等等吧？你到底怎么了？我肚子有点……好了，洋枪娃子来，吃狗的喂。三哥，给我！啊，站住！不能进后门！啊，站住！喂，干什么？站开！干什么？让你报警！抓住他！抓杀人犯了！快！抓住他！快抓杀人犯！
人犯，抓住他。白宝山在距他在新大小农场树林中挖好的土洞仅200米处设置了第二杀人现场，他埋伏在门垛后边，等追击人员追到门前时突然出现，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再次开枪射击。附中学生励志、市建工学校学生乌哈尔双双中弹，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喂，这里吗？啊，我和钟毅在一块呢。什么？这怎么回事？你把车拿的？没有没有，死了，四口子，先抓的，先抓的。哎呦，对不起啊，我有一个紧急情况，要马上出现场。我的发言就请各位委员们看书面材料吧。8月19日上午，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局长陈立庄陪同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张明落实公安部监狱工作会议精神，到基层检查工作，途中听到边疆宾馆的案情后，立即乘车返回。快点，我说集中，快点，抓紧时间。这个边疆宾馆的情况相当复杂，罪犯是什么情况，群众伤亡的情况，损失的情况，咱们现在都不清楚。咱们现在尽快的把情况搞清楚，啊，技术人员都由钟处长负责，其他的同志不管哪个单位都由我负责。天文局来多少人？20几个。你现在马上带着天文局的所有人赶紧把群众圈起来。把目击证人尽快找出来，带到我这来，明白了没有？明白。我到了，我到了，王队长。你来多少人？我来10几个。你马上分成几个组，马上进行访问。那马上进行访问，最快的速度要解决的是罪犯逃跑的路线和方向、罪犯的面貌特征和基本情况、死伤亡情况，越快越好。好，搞清楚马上向我汇报。是，现在跟我来，快。队长，我看见了他怎么开的枪。当时都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小队，快，红卫没问题，红卫没问题，走，你们带上二队的民族干警，立刻把伤亡的详细情况搞清楚，立刻向我汇报。是。这个情况相当复杂，咱们现在尽快把情况搞清楚。一个，咱们搜查要仔细。这是宾馆的保安，叫张毅，他刚才发生事情的时候，一直尾随着他们几个人，尾随着罪犯。逃跑这个情况他比较熟悉，当时情况都看清楚没有？看清楚了，看清楚了，看清楚了，马上访问罪犯的一些基本特征，尽快，越快越好啊！是，来来来，你们来，来来来，咱们还是好好组织，组织的严密一点，搜索严密一点，罪犯的追跑你去负责这个事情。是，现场这一块你封锁，保证不要出问题，是好吧？
你鬼！各岗位，各岗位，向我集中，向我集中，向靠拢。往这边一点。同志们，根据现场了解掌握的情况，犯罪分子沿着一线逃跑。现在我命令巡警支队沿着新大红方向进行搜索。女警队，命令武警支队沿着树林以后进行详细搜索。刑警支队的按照情况继续做一些搜访的工作。明白。掌握情况，明白了没有？明白了。马上执行。好，来，不动，好。好，周春先，我是一号，我是一号。现在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大红土上边的山坡上，请你们把各分局的情况了解以后，随时向我马上报告。哎，大家注意了啊！勘查组分成三个小组，一是广场现场，第二组呢负责商贸城后院的现场，第三组呢负责新大附中的现场。现场勘查过程中要注意提取发现弹头弹壳和犯罪遗留的痕迹物证。现在分头行动。边疆宾馆现场的血腥场面令人震惊，持枪歹徒在边疆宾馆第一杀人现场共开九枪，打死五人，击伤三人。海如拉·买买提热木40岁，维族，阿图什阿扎克乡人，子弹从他的左前胸射入，穿过心脏，造成心脏破裂死亡。他携带的那装约50万人民币的红色背包被抢劫。保安宁保全47岁，汉族，河南唐河县人，他是唯一身中两枪的死者。子弹从前胸射入，致使胸腔多脏器损伤，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马木托夫40岁，阿塞拜疆商人，住巴库市，跳弹击伤其左大腿。你来的时候这东西就在这儿吗？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在这儿。买买提切衣服25岁，维族，伊犁人，子弹挫碎颈部主动脉，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艾兹提乌梅尔20岁，维族，喀什人，子弹由背后射入，引起血气胸，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其携带的装有80万人民币的蓝色提包被抢劫。买买提图尔42岁，维族，宾馆保安，和田市人，他在追踪歹徒途中被子弹击中，肩部受伤。锅炉工张根茂25岁，汉族，陕西人，子弹射入其上腹部，造成胸腹腔多脏器损伤，他在医院抢救1天1夜，于20日死亡。锅炉工田宝新43岁，汉族，河南运城人，和张根茂一起受伤，经抢救脱险。持枪歹徒在距第一杀人现场约700米的新疆大学附中后门处，又制造了第二杀人现场。持枪歹徒再次发射3枪，把附中学生李志、建工技校学生乌哈尔打死，新疆大学职工热曼买买提和新疆大学家属刘红琴被打伤。我们在那个商贸城旗杆下找到了2枚弹壳，然后它旁边还有一颗那个弹头，15发呢，一枚弹头。队长，我们在宾馆门口捡到一个白色毛毡皮带和一块青绒毛毯。据围观群众反映呢，这两样物品是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处长，我们在犯罪分子逃跑路线上发现墨镜一副，估计是犯罪分子翻越锅炉房围墙豁口时留下的。我们在湖面的附中门口发现了3个
郊区路郊区内发现。团长，这个情况啊，基本上搞清楚了。犯罪嫌疑人是两个人，个子是一高一矮。这个准不准？一高一矮准不准？现在我正在查。现在高个子拿的是自动步枪，小个子拿的手枪。这个枪一响之后，小个子就没人再看见他了。枪是什么枪打响的？是长枪打响的。长枪，对，这个能确定吗？能确定。是这样的，那么群众反映吧，抢走了两个包，一个是红色的旅游包，还有一个旅行包，还有一个呢就是编织袋，大概抢走了100多万吧。包的特征一定要搞清楚。好，这个一定要认真搞清楚，马上报告指挥中心，布置到各卡点上去。好。好，我已经布置了，现在。齐局长，情况怎么样？现在现场正在勘查，这个已经提取了一部分弹壳和物证，初步判断呢，罪犯是两个人，一高一矮，持的是两支枪，一长一短。他们在这抢了100多万以后呢，一直顺着这杀过去了，以后翻过墙头，在新大附中附近失踪了。这个长枪打响了，短枪没有打响。武警已经到了，武警呢一个把现场封锁了，剩下的一部分人顺着罪犯逃跑的方向追过去了。那个陈立壮局长已经来到现场，他的指挥部就设在后边，你回去马上向他汇报，加强这个追击和堵截力量。这个现场由我负责。是，对不对？现场情况怎么样？打死了十几个，抢了100多万。他们用的什么枪？一长一短，长枪打响的。现场留下弹壳了？有弹壳在钟毅手里。钟毅，把弹壳拿过来。现场的弹壳标识，弹底标识是不是7581？对，就是75-81。张局，他们到底是过来了。金明，马上跟鉴定中心联系，就说我说的，请他们立即把跟石盒子的弹底标识进行比对。是。我在新大待了3年，对这新大的经营情况我比较了解。因根据我们了解掌握的情况，犯罪分子严格监控。我把自雇车设在这地方吧，我可以坐等一下，再观察周围情况。陈局长，这么高的地方安全不安全？没问题，我这么多战士在周围，没问题。你这里部署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一接到命令以后，我已经下了一号命令，对这个全市的17个卡点进行了出货。通过这个勘检情况以后嘛，只要犯罪分子他提前贷款出去，我们应该能够抓回他。同时以后嘛，根据现场我掌握了解的情况，这个已经部署的巡警沿着一线进行搜索。同时呢，然后把这个武警四支队的这个树林一带进行搜索，要这个刑警以后嘛，继续对这个现场情况进行调查了。陈局长，我把现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啊，对，你说。怎么了？里面发生什么事了？犯罪分子可能躲在商贸城里面，里面有人打枪。告诉全体人员注意隐蔽，把商贸城的所有出口都给封锁起来。你们是不是始终都在这商贸城里面？是的，始终都在呀。刚才外面有人开枪，我们躲在商贸城里，现在外面安全的，正准备出去。你们在这个里面听没听见有人有什么动静，比如说声音之类的？哦，刚才那边一家柜台的玻璃被打破了。打破了？是不是枪打的？不是枪打的，是挤掉的。我们还去看了看。挤掉的？对。队长，是不是有人把那个声音当成枪声了？这么的，你带我们去看看。行，快。慢点，慢点，慢点，
走。中医。现在开始这个搜索，大家注意安全。如果遇到这个犯罪分子抵抗的话，坚决击毙。我现在跟他休息。好的。来，老叔，好，再说，好，哥，来，好，哥，好，好，好，哥。警犬有时也会出现错误，特别是在嗅源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持枪歹徒在附中后门制造了第二个杀人现场，造成尾追人们的恐慌，不敢贸然接近附中后门。至此，持枪歹徒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没有人目击到他的去向。我们的警犬也恰恰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误导，他们没有沿着歹徒逃跑的方向向右拐弯，而是一直追向人声鼎沸的大湾乡市场。这是持枪歹徒侥幸赢得了逃跑的时间。好了好了好了，怎么样？今天是去休园了。一号一号一号报告，警犬在大湾附近失去休园。你看明白，你看明白，回家。就地搜查，好，就地搜索。800请到了，800请到没有？我是一号，我是一号。明白。现在根据罪犯了解情况，罪犯分子在大湾乡，请你们派七大队马上到了搜索。随着陈立庄局长一声令下，乌鲁木齐市的警察立即行动起来，全市17条主要通道全部切断，全市共设29道路卡。20分钟后，各警种组成的武装机动队伍已经完成了对边疆宾馆地区的包围圈，并对包围圈内包括大湾乡的建筑楼群进行地毯式搜查。当日中午1:30，张明厅长下达命令，要求乌鲁木齐周围地区的昌吉市、米泉市、阜康市、玛纳斯县、呼图壁县公安局由一把手亲自带队，在公路上设卡进行武装拦截，对自乌鲁木齐驶出的所有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快点往前走。
有什么新情况吗？陈局长已经部署了，搜捕正在进行。哦，你去吧。好。哎，给我接陆副厅长。陆厅长吗？我是指挥中心，张厅长找您。张厅长，电话接通了。好。喂，老陆吗？一线情况怎么样？现在现场一是勘察现场，二是追捕，两项工作市局抓的都很紧呢。从现场情况看，有没有可能跟八八石河子杀害干警的歹徒有关？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追捕方面有什么进展？陈立壮已经下了一号令啊，市区的各个路口现在都已经设卡堵截了，武警已经包围了边疆宾馆，现在正在搜索。从布控时间上看，犯罪分子有没有可能跳出包围圈？现在从包围圈形成的时间来看，罪犯如果是步行，很难逃脱。但是现在我们掌握不了他们究竟是有什么逃跑的方式，不知道有没有汽车。不能排除逃离的可能性。还需要扩大布控范围，特别是乌鲁木齐通往石河子的乌宜公路和通往富康的乌齐公路上，更要重。110110，听到请回答，我是4号店，刚一辆红色夏利向西逃窜，当车不停，警民立刻堵截。你们干什么？你们？喂，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副局长齐占军说过这样一段很真实的话。像819这样的答案，追捕阻截工作必须要做。我们接到报案，赶到现场需要一定时间，凶手利用这段时间能够逃出一段距离，也可以藏匿起来。做这样的答案，犯罪分子事先经过充分的准备，他们的逃脱方式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布控仍要布控，追捕仍要追捕，在布控追捕中，我们能获得更多的侦查条件。事实上，在陈立庄局长下达一号命令的时候，白宝山、关天明并没有跳出我们的包围圈。在张明厅长下达武装拦截命令时，他们也没有逃出乌鲁木齐市。然而，在上千名武装警察的围追堵截中，两名罪犯却仿佛钻天入地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我们还有着更为强大的武器，那就是犯罪分子留给我们的现场。出租车全面进行查缉，发现罪犯立即缉捕。陈局长，这有个文件需要你签一下。你胡扯什么？你们两个大队好好协调一下，把人员妥善安排一下，赶紧下去工作，尽快查清楚。
认真啊，有事咱们回去再说。我在指挥中心呢，局长们他们都在，抓紧。嗯，现在命令告本局，马上办。好的。现在看来啊，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各方面都安排的比较仔细。从罪犯打响第一枪，一直到从新大附中后门逃离，这个距离我算了一下，大概有906米，用了16到18分钟。他们敢于待这么长的时间，说明他们对逃跑方式还比较放心。啊，应该是到4000几米。喂，金科长。这么赶回来辛苦了，哎，没有那个弹头弹壳都送过来了，送过来啊！我感觉魏国啊，如果弹头弹壳对上了，那案子就不一定落在你肩上了。尽可能争取嘛，不管怎么说，这案子发生在咱们这儿呢。那是那是应该。这个现场啊，我们提取的主要物证有秦龙毯、提枪袋、墨镜。和弹头弹壳，嗯，我们对墨镜的初步检验认定啊，这个墨镜的质地比较粗糙，在街上随便哪个卖眼镜的地摊上都可以买到，价格呢在5到20元之间。根据这一点，我们分析啊，犯罪分子的生活层次不高，嗯，另外墨镜的成色比较新。我们分析可能戴过7到15天。现场提取的弹头弹壳不少，12枚弹壳呢我们都找到了，另外呢我们还找到了3枚比较完整的弹头，2枚弹头的钢芯和1枚弹头的皮甲。这个青龙毯呢比较普通啊，不是整块，这个边角呢裁剪过，这或许啊有价值。我们认为啊，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个自制的提枪袋。这个提枪袋呢，根据我们现场调查呢，可以认定是犯罪分子提枪用的。它的材料和制作方式呢都比较特殊。这个手提袋的这个材料呢，根据我们调查是造纸圆网机上的旧绿布，这种绿布呢使用之后一般都分给了本厂的职工。缝制这个手提袋的线呢一共有3种，一种呢是白色的单股尼龙线，还有一种呢是单股的黑色尼龙线，这个呢第三种啊是3股右旋的棕色线。缝制的方法呢，除了这个底部的这一道黑白直线是机器砸的之外，其余部分的棕色线都是手工缝制的。哎，这个袋子缝制这么特殊，我想这里边肯定有内容。嗯，应该是有内容的。厅长，如果咱们就能够找到这个缝制枪袋的人啊，咱们就有可能啊，有产生这个重大的突破。嗯。注意，咱们到技术科看看结果出来没有。好，厅长，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来做？犯罪分子在这个边疆宾馆杀了那么多的人，在乌鲁木齐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们侦查员的眼睛可是憋红了。小杜啊，你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你先坐一坐。厅长，这个调查包的事儿能不能交给我们来调查？我保证能出情况，出线索。这个你先别着急，等厅里头和两地公安机关呢、总体工作安排之后再做决定。来，你先坐下。厅长，别急，一定要搞清楚。你交给我们来以后呢，我们罪犯到底是普人来的还是普地方来的，这一条相当重要。如果罪犯是普人来的，他和受害者一定有一定的关系，啊，如果普地方来的，那就是知道这个地方钱多，碰上谁杀谁。这一条相当重要，尽快搞清楚，明白了没有？啊，我在指挥中心，
局长们都在，有啥事儿尽快和我联系。那好啊，对，非常重要，哎，去做工作。黄伟，你在医院吗？啊，你多用点民族干劲啊。啊，对，哎，这是刑事案件，罪犯见什么人杀什么人，多做一下死者家属的工作，不要掉以轻心，这个事情很重要，有什么事情马上给我汇报，我请示陈局长，明白了没有？啊，那就这样。哎，我想吧，这个事情很重要，你还是马上过去抓一下这个工作，好吧？鉴定结果出来了，我和朱云研究过子弹样本嘛，没有问题。这个，不出大家所料吧，这个从这个现在情况来看，边家这个宾馆啊，这个遗留的这个子弹和8月8号适合的杀害咱们民警子弹是发射至同一支步枪。对上了啊。好，来，大伙儿坐吧。在两级现场搜集弹壳，经过技术鉴定，也认定的出自同一支枪。这应该说可以并案了。好，那样啊，石盒子同志还没有到，我先说两句。这咱们呀，一定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工作第一，侦查第一，破案第一，一切。从全局的高度出发，金明，石河同志，什么时候到？我已经联系过了，他们已经进乌鲁木齐了，估计快到了，我再联系一下。好。喂，薛局长，你们到哪了？哦，到了。哦，到你们会议室了。说曹操到啊！好，你辛苦了，哎，辛苦啊！好，坐。金局长辛苦了啊！哎，好，人齐了，咱们开会。这个石盒子的75案件、88案件和乌鲁木齐的819案件，三个案件的现场提取的弹壳。经过比对鉴定，是发自同一支枪射出的。